都市的故事没有所谓的完美结局。 B 结局里，罗兰斩杀了安吉拉，他宣泄完了自己的所有痛苦，但他真的得到了救赎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银狼，今天接待 B 结局的后续剧情。虽然不是官方，但我还是挺喜欢主角团其他世界线的剧情。后线的某个角落，作为罗兰同事兼好友的阿斯托尔夫，看着眼前疯魔般的罗兰，他早就料到了罗兰的结局，毫无节制的杀人，宣泄完一切又将怎样在都市生存？罗兰遭到了许多人的围剿，奄奄一息的他无法接受自己为何还是痛苦，明明只要完成自己的复仇就能将一切痛苦宣泄，本已接受都市痛苦无法掌动的自己，为何在杀了安吉拉完成复仇后痛苦反而愈加强烈，想要逃离痛苦，无视他人的痛苦，宣泄自己的痛苦，又忠诚了自己的痛苦。他想要知道结束痛苦的答案，自己一时模糊间又看到了图书馆，这份明明已经摧毁的希望又为何再次出现，临死时那份若有若无的光芒或许才是自己内心渴求的答案。图书馆内，面对这次的来宾，罗兰非常难以置信，这个被扎成刺猬的人怎么看都是自己吧，所以自己发生了什么事？安吉拉解释，这应该是其他世界线的你，就像《极之类地》那种穿梭时空差不多。宇宙拥有其起源，却没有终点，所以不同选择的你怀着某种执念吧。罗兰看着自己眼前这个仍旧痛苦的自己，刺猬罗兰又见到了这个噩梦的地方，他心中痛苦更甚。罗兰想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，刺猬罗兰说出了一切。罗兰听后明白了，原来这是曾经自暴自弃的自己，以为复仇就可以结束一切的自己，无法原谅安吉拉的自己。刺猬罗兰本想问罗兰的选择，但看到安吉拉的那一刻，他明白了这座没有光芒的图书馆依旧存在的原因。他与图书馆发生了共鸣，自从那一天之后，自己依旧痛苦，哪怕呼吸也是痛苦。而这时他听到了某人的声音，他极力否定那声音的说法，自己从头到尾就不曾期待过那斩断都市循环的机会，踏上那条路的自己一定不会回头。罗兰看着那个自己，决心结束他的痛苦。而刺猬罗兰在那声音的诱导下，他理解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自己只剩痛苦，如果失去掉那份仅存的痛苦，自己将变得一无所有，害怕斩断循环后发生的一切，因为自己的自私，就将一切，甚至那个试图斩断循环的人，将这一切作为痛苦的燃料，让痛苦继续循环下去。罗兰扭曲了，这次的样子是他痛苦的内心，他憎恨这座痛苦循环往复的都市，但内心中却只有痛苦填充的他，不愿忘记安杰丽卡死亡时的痛苦，这是他活着的唯一。罗兰被动为爱痛苦而祈祷，自身每拥有五成流血所有投掷威力加一，十幕后每一幕共使用15张特殊战斗书页，若使用最后一张后，充满痛苦的心每一幕对自身施加20层流血，自身不会受到流血伤害，罪业之重所有投掷威力加二，扭曲之心不会受到追加混乱伤害。这个罗兰很恐怖，要撑十个回合才能超度他，而且罗兰与安吉拉都不能死。罗兰第一回合使用祈祷一，战斗开始，对自身施加10层流血，所有投掷伤害加3。撑十个回合非常的难，因为罗兰的书页全是流血，这只能借助道玄图书馆的力量。梅里奈配合好奇和谎言转化好奇，每一幕开始时洗回手牌并重新抽取2至6张，转化谎言，每一幕将手中书页费用改为1至3。梅里奈使用书页获得 buff 时，会随机给一个队友共享。黄佩西使用转化幸福的记忆，手中初始费用最高的手牌每次使用费用与威力减一。手中初始费用最低的手牌每次使用费用与威力加一。黄佩西利用转化幸福的记忆给通路联兵减费，通路联兵可以给队友共享反击投掷，而且投掷点数还大，捡到零费后就有20个反击投掷。不怕安吉拉和罗兰被打死，罗兰共有10张特殊书页，这回合使用祈祷二，战斗开始时移除流血以外所有异常状态，自身获得40层拒绝，每层拒绝抵挡一次除流血外异常状态。
三张特殊树叶祈祷三，此树叶命中时对自身施加流血程数一半的流血。第四张特殊树叶祈祷四，战斗开始时对自身造成12点伤害，所有投掷威力加一，造成伤害加 50%。 这回合使用通路连兵给他减下费，同时保护队友。安吉亚使用 EGO 为全体恢复状态。第五张树叶祈祷五，战斗开始时对自身施加20帧流血。道玄的异想体出 bug 了，转化树叶都没生效，我的黄佩希尔没理奈都废了。第六张特殊树叶祈祷六，战斗开始时这一幕所有树叶使用时对自身施加50%流血，所有投掷伤害加25%。第七张特殊树叶祈祷七，战斗开始时恢复自身流血程数成3的混乱抗性，但我的防备机什么卡都用不了啊！转化树叶害人不浅，估计要吃七了。第八张特殊树叶祈祷八，战斗开始时若自身拥有流血，则所受伤害减50%，造成伤害加20%。第九张特殊树叶祈祷九，
战斗开始时，这一幕自身获得一层强壮，忍耐守护。祈祷时使用时，下一幕数字猴子加一，只要撑过这个回合，基本就赢了。这次不一定要吃席了。罗朗免疫眩晕，选择雪豹只会坑自己。罗朗最后一张特殊树叶，痛呼交锋树叶，但安吉拉混乱了，只有39血。其实扭曲罗朗全投出，最小子安吉拉也死了，哎，吃奇了。但神秘力量强行结束了一切。